谈谈。谈什么？谈恋爱啊？你刚刚是故意的吧？我就是想知道你今天口红什么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我们初拟定了一些投资者的名单，其中大多数是境外机构，需要华生配合翻译工作。没问题。但是为什么都是境外的？不是说我们华生要把工作往外推，只是单纯的好奇。他在跟我合作之前啊，是在国外一家非常厉害的投行工作。你知道他师傅是谁吗？叫曼塔。是我现在想到的那个人吗？就是他。那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大神师傅选择创业啊？有我师傅牵线搭桥，所以其中这几家呢，对于我们的产品都有了信任基础。那个邮件我已经发到各位的邮箱里了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我们沟通。现在知道你男朋友多优秀了吗？记得同情你的概念课了。肖总，这是我们细节的杯子。哦，我就说这水有点甜了。肖总喜欢这个杯子的话，待会儿消个毒，给肖总送过去。干活。哦。你们俩对一下啊。谈谈。谈什么？谈恋爱啊？你刚刚是故意的吧？我就是想知道你今天口红什么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我没尝出来啊。肖总，下午需要给您安排车吗？不需要。哦，好。肖总，又干嘛？哦，我怕您下午需要用车，我把车钥匙给您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一次性说完。暂时应该没有了。好，毛毛，我告诉你啊，天塌下来你给我发信息，我跟林总监有重要的事要聊，知道吗？哦，好。哎呦，这谋啥呀？怎么了？推太大劲了，疼吗？疼。你说你男朋友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？哎呀，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。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公开的必要啊。那也没有不公开的必要啊。你确定？你清楚我们现在的身份吗？情侣啊。你甲方，我乙方。而且我们现在还合作得这么频繁，
我可不想公开了以后被别人说我是功夫谈恋爱。好，林总监工作第一。反正就算你生气，我也得这么说。对我来说呢，工作为主，爱情为辅，你能接受吗？我能说不接受吗？不行。好嘞。哎，这哪是选择题啊，简直是送命题。赶紧的。好好好。我当然接受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公开啊？总要有个期限吧。看你表现了。行，那就等羽翼和华生的项目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公开，不然我可就官宣了啊。随便你。你说的。那肖总，我还有事要回一趟华生，先走了，回见。累不累啊？还顺利吗？还好吧。见到劳伦斯了吗？他同意投资羽翼了。明天上午约了电话会议。嗯。啊，等我很久了吧？没吃饭，点点什么吃的吧。你饭还没吃呢。哎，我也没顾上。烧烤、海鲜、寿司。不用了，我给你做吧。我看冰箱里面有什么。哎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。嗯。你去忙吧，我去给你做。好。嗯，咋了？哎呀，饲养员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家里面食材限制了我的发挥，所以饲养员呢，准备给你做一个番茄鸡蛋面。你知道吗？在国外的时候啊，我不仅最想你，更想给我做的饭。你的胃会告诉你，你的家在哪里。现在好吧，不管我要吃多少，都管够，对不对？嗯。行了，还没做好呢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。好了，我叫你。小心点啊。吵醒了？没有，香味把我馋醒了。都做好了，起来吃两口再睡。哇，好香啊！快尝尝看，是不是以前的味道？就是这个味儿。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